好，这里他说求1到200的自然数当中所有3的倍数，那第一个3的倍数是谁？对，123，木头人。所以第一个呢就是3，再来呢4、5、6、7、8、9，点点点点点点，最后一个是谁？我们用200去除以3，你会得到余二，所以我用200减2就是198。好，那那个66可以干嘛？66就是3乘以66啊。那这边呢，是不是3乘以1、3乘以2、3乘以3？那你就会发现后面的这个东西，1、2、3、4、5、6一直到66是什么？对啊，就是 n，可以吗？好，所以呢，在这里我就可以知道我的首项叫做3。然后呢，我的公差也叫做3，然后呢，我的项数呢是66，然后呢，我的 AN 就是我的 A66 呢叫做198，那我要算总和没？所以 S66 的话就等于二分之 N 乘上，因为这里有头有尾，所以我就直接头尾加起来就好了。好，加一加，所以33乘以201。所以多少？6633。